每天坚持做一下这样动作5分钟，对于我们所有机能的调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点赞关注，跟我一起运动起来。今天呢，带着大家做一节舒展操，首先把身体绷直，把两个手打开，然后呢慢慢的伸展，做一个打开伸展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每天坚持做一下这样动作5分钟，对于我们的所有机能的调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。你做个3-5分钟之后，你身体的热，你给身体留下的信息，都如同春暖花开万物打开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窝在家里头，千万不要不去动，只是溜溜弯就行了，不行，做做操。任何的一个操，它都会是打开我们肢体。大家呢记住，春暖花开的时候把身体也给打开，正是符合时节当中的要求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做一些舒展打开自己身体的操，对于我们的起了很好的价值。